那我们今天总共是三百。今天我们要公布的案例哈，总共有四百。那今天我们总共有五那百。今天我们新增的案例比较多哈，那总共哈，那有我五们百。相信，在不久的以后，能够毫无保留分享你我笑容。我们坚定，用团结一心守护这片土地。雨过之后就会是天晴，那纷扰的语言是多余情节，这世界更欠缺体贴和谅解，用习惯去搭建温柔的防线，所有悲伤和危险。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